今天是开工第一天，上阵祝各行各业开业大吉，事事顺利。还有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赚大钱。哎呦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也是今天开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 Sandra， 今天是我来上课上班的第一天哦。这是我们上课聊天室新的节目助理。接下来每个礼拜四晚上八点，请朋友们还是要记得准时收看上课聊天室。我会和更多不同领域的来宾一起聊科技新知，谈产业动态。我以后也会常常来上课聊天室跟大家见面哦。拜拜。